猫科动物游戏猎物的天性又在老虎身上显现，它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正所处的危机。不过这一次它没有那么幸运，一只狮子准确迅捷地扑向了猎物，鸡终于还是被狮子抢走了。狮子得到猎物后迅速跑开，其他狮子紧随其后，难道他们要获并不成？在一片草丛中，狮子停下来，开始享受美食。